四，他是我的汉语老师。他同学朋友，汉语老师，中国朋友。一，在教室。他，谁的汉语？他是谁？他是我的汉语老师，他叫李月。哪国呢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，你呢？我是中国人，他同学朋友，他是谁？他是我同学。他呢？他是你同学吗？他不是我同学，他是我朋友。